头里痛，右侧头痛，右侧头痛，我又看到那个港湾里边，海上的港湾里边，有那个有核动力的舰，在港湾里边有核动力的舰，又看到了港湾里面有核动力的舰。看到核动力的舰，然后这个时候天上有个亮光啊，应该是飞碟啊，亮光过来啊，穿过舰的时候绕着舰，转了几圈以后，下面一阵亮光以后，哇，就然后，带着，那个光就走了啊，快点那光走了，原来那个是飞碟，起头。金剑上的核物质啊，正在气头，金剑上的核物质，是金剑正在气头核，非典正在气头金剑上的核物质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